这个下面的红色，对。是红色吗？这个，对。你看号码牌，然后这个 star 的都是起盘点，如果起盘点有两个的话，那就可以两个手，一个的话那就有两个手镯。然后那个弯盘点是它底下写 top。下面，对，下面数字下面会写 top， 然后要两只手抓3秒算完盘，然后不可以碰到其他眼块。